知，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我终于可以成为你的新娘了。高洁，此刻我的心有多痛，你知道吗？你太让我失望了。其实我想借今晚的这次机会向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关心瑞华的亲朋好友们宣布一项重要的事情。郭慧，别冲动，你放手，别拦着我，今天我一定要揭穿高洁的真面目。真面目什么意思？我想向瑞华董事会申请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瑞华塑金组总经理穆子云女士与瑞华总设计师高洁小姐私下转让股权，危害公司利益，我向董事会申请免除二人职务，解除劳务关系。玉芝，这么重要的场合，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胡说，我到底有没有胡说？穆总，穆子云你心里最清楚，你是高洁的表姨，你们私下勾结损害公司商业利益，要我把证人拉出来吗？需要把证据一件一件拿出来吗？需要吗？侯穆子云，在你们余家，在瑞华，尽心尽力，没想到我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原来你们余家人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自己家人看。高洁，高洁，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余家的男人，你还敢嫁？你还敢嫁吗？是你替我做的决定，你跟穆子云千辛万苦隐瞒的关系，还有你在我背后做的那些勾当，理由还不够充分吗？你总说我摸不透你，你总说你摸不透我，原来是我看不清你。行了，你是这么看我的？这种时候就别演什么痴情的戏嘛，戏已经演完了，
我曾经的未婚妻。害羞是吗？觉得可怜是吗？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已经给你脸，你到底在说什么？还装不明白是吗？那我来告诉你，你亲爱的表姨跟樊斯勾结，已经撬到瑞华49%的股份了，樊斯还差2%就可以控股瑞华。你觉得你亲爱的表姨从哪儿抠这2%？你的意思是？不可能，表姨说是要跟我借股权抵押还债，怎么可能会出卖瑞华呢？看来是他骗了我。不是这样的，玉池，你听我解释，不是这样的。都这种时候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从我知道你瞒着我，你跟穆子云的关系开始，我这儿我的心早就已经死了。没有告诉你我和表姨的关系是我不对，但你和表姨是同水火，我该怎么跟你说？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好了，你别找理由了，你收起你那可怜楚楚那一套啊！背叛瑞华的人是你，辜负奶奶信任的人也是你，背叛你我之间感情的人也是你。是，我曾经选择相信过你。就算所有证据摆在我面前，我还是选择相信你。可你呢？我给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你每次都让我失望。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我的将计就计也不会这么轻易的完成，穆子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上钩。将计就计，玉芝，你早就怀疑我是吗？你明明心里早有定论，这一直隐忍不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就等着在婚礼上给我重重一击。我们的感情就不值得你多一丝一毫的信任吗？可能我们的感情对你来说算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提感情二字？你当初选择素锦宗，你就是为了穆子云，
你编出各种理由来欺骗我的感情，让我去支持你。我去查过，调查穆子云跟外人勾结的证据，也是你出面阻挠。你利用我的感情让我信任你，你一次次的蒙蔽我，你一次次的欺骗我，你心里从头到底只有用我的感情去帮穆子云骗我们瑞华。你居然都是这么想我的，为什么你不能提前问问我，听听我解释？我提前问你，我提前问你，让你准备更完美的骗局来骗我吗？再说我有没有选择过相信？我有没有问过你，我们之间以后不要再有秘密？你怎么回答我的？你们都是错的，就只有我才是傻子。才会带上嫁衣，默默期待你识破这一副面具。你说我们的爱情就像生命树一样，枝繁叶茂，生根发芽。你来告诉我，生根发芽的到底是爱情，还是仇恨？到底是虚伪，还是信任？高景，我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你，我看不起你呀。你的设计跟你的人一样，让我觉得虚伪、恶心。才是我的真心，害怕面对曾经那些太过美好，只好躲避下去。原来我还爱你，才会戴上嫁衣，默默祈祷你抱住这是仓皇之中的相遇，出现在这生命里。我本可以不怕不惧任何的失去，爱小心翼翼，害怕表明不安的情绪，爱得之不易，太过美丽。它叫做生命树，象征着希望。我们在这种境界还能看到这棵树，说明是吉祥的征兆。我一定会带你走出这片云。尝试过不再想任何关于你参与过往的回忆。三，第一万次告诫自己停止去爱。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当然了，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得好好珍藏了。
不已，刺痛每一根神经。是谁告诉我高姐，你把表姨当做妈妈一样，把玉芷当做要托付一辈子的爱人，可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一个把亲情当筹码，一个把爱情当笑话。原来从头到尾困在局中的只有你一个人。或许不得已，我只想要安心，只想凝视彼此深邃的眼睛，因为是你在痛也有你抱紧。平真，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我的朋友不多，幸好还有你。你在哪儿啊？我去接你好不好？喂。不用了，我已经带着妈妈一起离开了。离开？你别冲动啊，高姐，阿姨病情刚有好转，你这么一闹不就白费了吗？小杰，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爸爸替你出气好吗？你带着妈妈赶紧回来，爸爸求你了。我爱高姐。品真，告诉高海，以后都不用找我们了，再见。我爱高姐。哎，叔叔怎么办呀？思念出没在夜深，总在无人的时分，嘲笑我是走不出过去的人。记忆就像一根针，藏在心底的最深。你不会知道，当初的拥抱多伤人。当爱人变成爱，做什么好吃的呢？我正在研制我的最新私房菜，你先别进来啊。需不需要我帮忙？那你帮我把头发扎起来吧，这么做饭老是掉。来。好香哦。好。谢谢，我给你看。那你慢慢做。快好了。爱太逼真。
回我沉沦，再次我离分多伤人。我终于把伤害你的人赶走了。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可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啊？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我只能苦笑隐身，咬着牙不去承认多爱你，只能自己。留着我一个人了。像你一样照顾我了。为何相爱过的人非要爱成陌生人，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事情控制不了自己，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余地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到底想干什么？不是我做的每一件事都跟你有关。你做的那些事情能让人产生好的联想？高杰，我警告你啊，你别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啊，你别想再假装偶遇。麻烦你不要那么自恋，我没有兴趣探听你的行踪，我来只是为了自己的事，至于其他的随便你怎么想。还有凡斯的私仇，你居然又跟他在一起，还是说你们就是同谋啊？你对我有偏见，麻烦你不要拉上其他人。怎么被我说中了？原来你早就计划好一切，我只不过是你的目标之一。说完了吗？我还以为你懒得跟我说任何一个字。说的没错。好，那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瓜葛，我可以走了。原来我还爱你才是我的真心，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不想跟你有交集。
但我也没有必要刻意躲着你啊。我们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就好了。装作不认识，那怎么装啊？我演技没有你那么好啊，要不你教教我？以前的事情再翻出来还有意义吗？既然你已经认定是我骗你的感情，那就把我们两个之间的一切通通抹掉就好了。纠缠不清可不是你的风格，更何况你不是最擅长有第二计划吗？任何风险都有备受，包括对感情有保留，不是吗？明明是你犯了错，搞得好像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似的。你说我对感情有第二计划，那你呢？你有把我当做第一选择吗？哪怕就一次。玉君，我麻烦你收敛一点。今天唱的是哪一出大戏啊？什么人都能坐到一起吃饭，勇气可嘉呀。玉池，我减肥，晚上不吃肉的，你帮我吃了吧。嗯。小姐。多去点。不用讲了，既然他不自量力的选择离开了我，那我还让他留在我身边。他的珍贵总有人能懂，他离开你可能是因为你不懂得珍惜。总算走了，玉芝，你多吃点。要不要陪你去吃点东西？哎，那这顿饭又当减肥了，你可要好好保重身体，不然的话，我担心你可扛不起我水晶药的大旗哦。水晶药的大旗可是你该扛的呀。你这么有能力啊，等过两三年我就可以当个帅手掌柜的了，何乐而不为呢？
我的设计能力还没有恢复，再好的灵感，不能亲手画出来，又怎么能称得上是设计师呢？你不要把希望都压在我身上了。何文文也很优秀。何文文，他已经去瑞华了。什么？是不是因为我？ 让他不高兴了。人各有志嘛，毕竟瑞华这么大的公司，他想去也是正常的。别多想了。啊，对了，刚才你真的没事吗？反正事情都这样了，上天已经惩罚了我，收回了我的才能。我也不想卷入其中，再去追究谁利用了谁。 接下来，我只想好好照顾妈妈，从头开始过新的生活。这年头，小偷都这么大摇大摆的吗？高慧，我问你，你到底是怎么窃取到我们给雷总做的设计稿？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倒打一耙啊？明明是你偷了人家何文文的设计，你还有脸贼喊捉贼了？你胡说什么？这设计稿跟何文文有什么关系啊？有啊，著作权登记证书上清清楚楚写着何文文的名字，经过著作权人的同意。现在这个设计稿属于瑞华。无耻！到底是谁无耻啊？看来上次鱼池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惨痛，高姐。 我不会再让你得逞的，你别想再用任何欺骗的手段来谋取利益。不抄袭别人的设计，是作为设计师最基本的底线。你我曾是同台竞技的对手，而眼下，真觉得你不配。你根本就是在颠倒黑白。怎么了，高小姐？又在这儿故伎重演，偷人东西。 来这儿装可怜是吗？能不说话？应付这种事情不是你的强项吗？居然你也信？原来我们之间真的连一点信任都没有。千万别在我面前提这个词，你不配。你怎么还有脸跟鱼池说这样的话？ 你伤他还不够深吗？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一息，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余地，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多不容易？ 你来干什么？我，那些东西是你的，带走的。不需要了，你直接扔掉就好。我来是想求你，把帕拉伊巴的设计稿授权给水之妖，跟水之妖合作。我真佩服你啊！你还有脸过来求我？如果你今天不答应。 我就在这里一直等，等到你答应为止。随便。
你为什么还不走？你愿意跟我好好谈的话，我不会赖在这里不走。你就是为了思成让我放过沈俊瑶一马是吗？你凭什么认为我还会帮你？你从我这儿要走的还不够多吗？你就这么喜欢索取？我欠你的。我没办法改变你对我的看法，我来也不是为了跟你吵架。但是思成是业界难得的设计师，他的名声不该就这么被损害。你话里话外除了替他本走以外，就是在责怪我损害了这么优秀的人才是吗？既然他这么优秀，让他自己来摆平。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当永恒不再属于要硬撑，咬着牙不去承认，多爱你只能自己忍。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当我的关心无缺再问，为何最熟悉的人非要变得那么狠，变得连朋友都无能。送给你啊，谢谢你为我带来希望。你还保存着这片树叶啊？当然了，这是你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得好好珍藏。残忍，你给的爱太逼真，教会我沉沦，再次我离分多伤人。怎么了？总觉得呀，哪儿不对劲？是吗？我倒不觉得，反而好像又找回以前熟悉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定制组干活，心里都特别踏实。看出来了，你跟这些老师傅的关系都还挺融洽的。只是，师傅们呀，都是性情中人，心地很豁达，很善良。可能他们因为我之前的事，还在生我的气吧。可是你看我的工作台。我走了之后，那些工具和图纸都原封不动给我留着呢。都是刀嘴豆腐心的，可能是我之前多想了。只是我觉得对你很抱歉，因为我的事让你都不好过了。高杰，你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儿道歉呢？草图画好了吗？松石搬好了吗？好，我现在就搬石头去啊。回来，你看看那小姑娘家家，这头发上搞的都是什么东西？来，有吗？没有啊。好了，有吗？老师傅替你们认认真真工作，你们在这谈情说爱。那是不是谈情说爱，于总您恐怕管不着吧？在外面我管不着，可是在这个地方，在瑞华，就请你们遵守职业操守，拿出点专业态度来好吗？我们充其量算是瑞华的合作方，负责给出的是最后的结果。那至于工作方法和态度是水之遥的内部事务，这一点恐怕还不需要于总您来指手画脚。好，还有你。上一秒还喜笑颜开，一见到我就板着张脸，不是又想着
怎么把胸针做砸了？我告诉你啊，这次的合作可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上的。公报私仇，加上恶意恐吓，这个是堂堂瑞华肃金组总经理的一贯作风吗？哦，不对，应该说是耍威风的手段吧。那么我想请问您自己的职业操守。我希望你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你要记住，你们水之遥的命脉需要你们拿出好的作品才行。与君共勉。没事吧？喂，物业，我说没说过门口箱子要收好？啊，办事效率这么差吗？你们把箱子收走了是吗？谁让你们收的？拿回来，一样都不许收。我觉得这个弧度啊，如果再加大一点啊，这就看着更顺眼了。但是这里啊，你要预留一些空间，要不然不够宽了。颜色不同，两边是对称的。哎，我觉得你设计这方案很好。从现在开始，立刻停止胸针的制作。为什么？这是瑞华的决定，跟外人无关。于总啊，怪我老头多个嘴啊。这你们公司上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咱这活是小于总于直下派的任务，你这么说停就停不太合适吧？于直做了错误的决定，你们也想跟着一错到底吗？不是，我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咱们再找那个小于总啊，再跟他说说。问问他，他说停了，那咱们就停下来，好不好？你们搞清楚，在瑞华谁更有话语权。现在立刻停止制作，否则的话，全部回家。说什么公事公办、公私分明，全都是假的。
制作说停就停，我们是鱼肉，他们为刀俎，不过是被他们玩弄在股掌之间罢了。我看以后瑞华的事情，咱们这帮外人还是不要过问。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心血，在时光之轮上。说实话，我只是很心疼那些已经完成的设计，不希望就这样被停掉。你也别太操心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于直，你站住！你怎么针对我没关系，但是你不应该为了报复我，连带针对思成。我知道你讨厌我，时光之轮的制作我可以退出，但是请你做人君子一点，放过思成。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又怎么欺负思成了？惹怒你这个思成忠实粉丝了？你还要我怎么样？要我跪下来求你吗？还是你要怎样羞辱我才能解气呢？所以我在你心中就是这么不堪设。那我这么卑鄙的话，你跟我说什么？我听不进去。让开！郑师傅，时光之轮怎么回事啊？好，我知道了。老姐，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你了，只是当时我知道你因为家庭的原因不愿意触碰感情，所以我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后来你遇到了于直，而且跟他走到了一起。说实话，我很难过，但同时我也为你高兴，因为我以为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只是我没有想到，一直把你伤得这么深。过去的人，我很心疼。我想要给你一个家，给你美好的下半辈子。藏在心底的最深，你不会知道，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你值得拥有一个最好的爱人。只不过，那个人不应该是我，应该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女孩。而且，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考虑感情上的事。对不起啊，高姐。给我一个机会，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你需要开始新的生活，你的生活应该是开心的、快乐的，而不是痛苦。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当永恒不再属于高姐，我想跟你谈。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命中注定原来不是我们，为何相爱？
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想要说什么？我想问你，你到底有没有帮孟子云去陷艾瑞花？我曾经解释过，可是你已经先入为主的认定了这一切。既然不相信我，又何必再来问我？高姐，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我就选择完完全全的去相信你，甚至是这一刻，以至于未来的每一刻，我都想去相信你。所以你能告诉我，你和穆子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事实吗，于芷？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就像我们的对戒，失去的东西无法再找回来。所以今天我说的再肯定，对你来说依然是不确定的。无论我是否参与过表姨的那些事，我和她之间的血缘关系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而这一点在你心里会是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再去接触对方，去伤害彼此。可是我，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就像我们的对戒，失去的东西无法再找回来。雷总说了，时光之轮在纽约参赛获得了第一名，才得到了一个参加圣罗朗大赛的资格。你明知道我现在根本没有设计的能力，这次的时光之轮也是出于你的笔下，当然你才有资格。虽然设计的署名是咱们两个人，但是灵感和构思都来自于你。设计大赛比的又不是绘画能力，而是设计理念。就论天赋，我自认为没有你有灵性。可是，好了，不用担心，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说过，你呢，就是暂时失去画图能力，又不是失去设计技能。我也会想办法帮助你的。如果你仍然不能够恢复画图的能力，那么在未来，我愿意成为你的双手，帮助你完成所有的设计。思成，我很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可是你明明是一个那么优秀的设计师，又拥有一个冉冉上升的水制药工作室，你没必要为了我那么放低自己。不用担心，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说过，会用未来的每一天让你放下心防，真真正正地接受这段感情。再说了，你获得成功留在水之要帮我，那我岂不爱情事业上丰收了？这一把是我这个做老板的赚了。你也会开这种玩笑？以前是我让你了解的太少了，以后我会对你毫无保留。这次去海外替雷总找蓝宝石，我们一块儿去。替雷总采购蓝宝石虽然要紧，但公司也接了一堆案子，没有一桩是可以延后的。你又是水制药的老板，也是设计团队的核心，没有你坐镇怎么行？放手让团队去实践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总之，让你一个人出国，我不放心。我只是去宝石交易中心挑选，那边也非常安全，而且我也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空间。好吧，
你说服我了。那你先去宝石交易中心找蓝宝石，如果需要去矿区，必须等我一起，好不好？高姐，我没有办法阻止自己去思念你，那就再让我努力奔向你一次，因为我不想就这样结束。先生，请问遇到什么事吗？高姐怎么？高设计师他不在了，他可以跟这个船长。高姐，于直，高姐在哪？高姐不在这儿，你不告诉我自己找。高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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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高姐，我知道你不想理我是理所应当的，毕竟我听了别人的话，对你做了那么多蠢事，我不值得被原谅。但我想跟你说的是，这段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着你，我这次来想跟你说的是，我们能不能把之前那些不愉快全都搁置下去？我们坦诚相待，我想重新认识你，重新认识对方，能不能给我这次机会？每分每秒都在想着你，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请你给我这个机会。于直啊，没想到你平时高冷扑克脸的人也能说出这番话呀。你怎么在里面？高姐呢？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啊？我来水上面试要通知你吗？不过你诚心诚意问我，那我就认真负责地告诉你。那你知道高姐去哪儿了吗？我说的不是这件事儿，我是想告诉你啊，刚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的，目的就是为了搞你，让你欺负高姐呀，把她害得那么惨。反正我是不会告诉你她在哪儿的，就死了这条心吧。玉芝，高姐确实不在这儿，
你请回吧。我联系不到高杰了，能告诉我他去哪儿了吗？既然他不愿意联系你，你又何必不放过他呢？我说小于总，你就放过高杰吧，你把他害成什么样了，他连设计能力都没了，求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好吗？对不起，打扰了。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依稀，就好像这眼泪都流得太无力。高杰，难道没有你擦掉这棵生命树是对我有多绝望，这份感受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电制组解除租赁的合同我已经签了，你来尽快走流程吧。原来我还爱你，才会带上下雨，默默祈祷你识破这面具。Thank you。目前市场急需品质佳的蓝宝石，有很好的发展潜力。我已经跟艾伯特通过电话了，他说他的矿区会生产出一批新的宝石，我可以直接去他们的矿区看。我跟你们说，我在昨天晚上那个酒吧的活动拍到了钻石。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呀？对啊，我也没想到。那我们今天晚上再弄好不好？好，再拍到钻石。思念触摸在夜深。I'm pleased to tell you, Miss.That the diamond is yours. Chinese people are experts when it comes to diamonds. 怎么了？喂，好，我一会儿跟 Apple 见面。藏在心底的最深。你不会知道当初的拥抱多伤人，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当我的关心无缺再问，为何最熟悉的人非要变得那么狠，变得连做朋友都。 Why all the sapphires I have saw in the trade center are burnt? I heard that the lady has purchased a priority. Any sapphires available for sale during this time must provide to her for choosing. So I am her free identifier. Why would the Dream Trading Center sign such imperative clause with her? It is very easy to understand. She must offer very profitable terms for the center. And they don't violating business rule. I'm curious who she is. Father, you don't have enough money. There is no need for you to play hardball with her.It is better for you to go to my field to look for the Lord Gemstone.
Shall we? All right.我们挑选的原石吧，都需要跟有优先购买权的买家确认。交易中心最好的宝石永远捞不到我们头上，再加上我们资金有限，看来我要出奇招了。什么奇招？去矿区买原石。你还是悠着点，国际拍卖吃亏的买家不少。原石采购需要很强的专业性，我们公司在宝石领域里边经验还浅。哥，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见机行事，不会冲动的。对了，你的资金筹备的怎么样了？除了我们购买原石之后的生产、营销和销售都需要钱啊。你放心吧，我已经筹到一部分了，剩下的我会再想办法。好，那我们双管齐下。好。喂，林凯，怎么了？什么事儿啊？高姐找到了吗？我估计她把我拉黑了，我打电话怎么都打不通啊。你别着急啊，我这不得从陈品珍那儿套话呢，慢慢等着。嗯，好。This is your map. Thank you.一切都很顺利，幸亏雷总那边有优先挑选权，我可以在最好的宝石中自由选择。挑中了？挑中了，目前有一颗蓝宝石，纯度色泽俱佳，形状也很规整，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交易中心说明天就能拿到宝石。那宝石交接安全吗？放心吧，交易中心全程有监管的，我一拿到宝石就会回国。好，尽快回国。嗯。嗯。Do you want me to help you? No, thanks. 嗨 ，James。Hey。Hey, how are you? I will take you to the mines. All right. I had my men check up in the transaction center.And you won't believe it. The premium buyer is actually a young lady and Chinese, just like you. Chinese girl? Hmm. Well, she came for her boss, Mr. Lei. Mr. Lei? Lei Xiangdong? What's her girl's name? They call her Miss Gao.一定是高姐。She had the stone already. She flying back today. Back today. We forget about the mice. Can you take me to the airport? What?What's wrong? I break down. It's bad. Not even signals. Doesn't look bad, huh?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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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stop!
It is so lucky to meet you, beautiful lady. Or we might have to walk to the minefield. Thank you really much. You're welcome. I'm the lucky one to meet the owner earlier.矿区了吗？嗯，还没呢，应该快到了。你说你一个女孩跑矿区去？雷总也真是，突然改变主意，非要用什么不规则的宝石。那交易中心就没有合适的吗？我都看过了，还是去矿区找吧。那过了边境到矿区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我手头上的工作一旦忙完，我立刻就给你汇合，好不好？知道了，好，再见。Hey, look, that is a live tree. It is a good sight to see that tree in the field.I believe everything is the best arrangement. Look around. This is the safe place in the wilderness. Those bandits can never get out of here alive. It's necessary for guards. It's so strict.Buyers with a hidden agenda is more dangerous than lovers. So, you guys should always stay alert. Sorry, folks.I got something wrong with my car, so I'm a little bit late. Anyway, thank you everyone to travel all the way down here. And I guarantee you guys won't be disappointed. We can fly here to the exhibition hall to check out my collection. The official auction will begin tomorrow. Besides,I also have a really special thing. It is a heart-shaped surprise. 我就是冲着这颗心形蓝宝石来的。谁要跟我抢，都小心点。I'm here for the heart-shaped sapphire, and I'm ready for any kind of competition.你到底想跟着我到什么时候？我只是想请高小姐吃一个工作餐，我们一起凑单的话，还可以多点几个菜，多好啊！我们都是来参观的人，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你见过竞争对手约伴吃工作餐的吗？麻烦你保持一定的距离，免得让人误会你心怀叵测。我。确实心怀叵测地调查了你一下，你是为雷总做定向采购的，我需要的是一批高性价比的珠宝。我们之间不存在竞争吧？不但不存在竞争，我们还可以成为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算了吧，就凭我和你之间那点可怜的信任。This pink paparazzi must be the treasure of your collection. You got it. You are so lucky.
that it was just delivered from Colombo yesterday. 这颗粉橙钻真的特别有少女心，而且啊，一看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嫁妆配置。Are there any sapphires of other shape or color? High quality sapphires of all colors are no rarity here, but those of special shapes are. I can show you around the exhibition hall for more options. Sure.别跟着我。挺勇敢的嘛，都没机会英雄救美了。女人还是要学会有备无患，随机应变，不要指望全心全意去相信别人。我送你回去吧。不用了，我可以自己回去。你刚才也看到了，我能保护好自己，不用任何人多管闲事。对不起啊。什么？是我对不起你，是我冤枉你了。我已经知道你和穆子云不是一伙的，你也没有帮助他去陷害瑞花。对不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去弥补一下？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失去了设计能力，是对我的惩罚，也是提醒。既然已经结束了错误的感情，就不要再彼此纠缠了，免得再继续伤害对方。况且，我都已经忘记了，我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可我忘记不了，我脑海中一直浮现着你我，以前所有发生过的一切。祝贺我们相识一百天，相恋一百天，也祝你回到梦想的轨道上。如果说每个人总会有人宠爱，我希望陪我走到最后的那个人是你。如果有一天你要从我身边逃离的话，我不管什么代价，我都会把你抓回来。我真的很想忘记，可越想忘记却记得更清楚。我们的喜，我们的悲，我们的爱，我们的乐，
所以告诫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尝试过不再想任何关于你参与过往的回忆，第一万次告诫自己停止去爱你，那些美好约定却不偏不倚，刺痛每一根神经。你怎么哭了？是谁告诉我不许逃离你的命运？你眼泪是为我流的吗？请你离我远一点，我真的很想很想忘记过去，可是你都已经看到了，我每一次见到你都会让我忍不住想起那些难过的事，让我陷进痛苦。我只想要安心，只想在你怀里哪也不去，可世界太过拥挤，离开或许不得已。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我只想要安心，就当是我求你。只想淋湿彼此深邃的眼睛，因为是你在痛也有你抱紧。我会呢参加前一轮的宝石竞拍，故意抬高竞价，让所有潜在的竞拍者所有的预算资金达到上限，这样最后的蓝宝石他们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可是这样的风险太大了，你现在手上的资金有限，万一最后真的砸在你手里。好了，你忘了我最擅长的是什么了吗？我才不会让我口袋里的钱跑到别人的兜里，我会让他们以最高的价格成交宝石，相信我。恭喜你啊，你想要的新型蓝宝石应该已经拍到了吧。谢谢你啊，没想到真的可以以这样的价格拍中。对了，你还没吃饭吧？要不对不起啊，我忘记你跟我说过让我离你远一点。我知道，是我不想因为我自己而让你难受。对不起。如果你愿意相信我，我可以帮你一次。Here we go. You sure you want this? These are so small. You only can get the last of one flip out from the last stone after the cut. It is cheap, but also.Have a little chances to become a big carat sapphire. Are you sure still want them? I believe Joseph.
it will be too late to regret once they are cut. Please cut them exactly as Jocelyn did. Okay. You 怎么好像比我还紧张呢？到底是谁花了全部家当买了这些宝石啊？搞得我都恍惚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啊？你明知，你就不怕我故意骗你吗？我之前辜负过你的信任，所以这一次我选择相信。如果非要让我满盘皆输的话，那就当作是上一次的弥补了。James， Your friend is a witch. Her eyes are like a scanner. Every piece is bigger than I imagined. The purity and the color are all good.I just like the price if I know it. You make me lose bad. It's too late. Miss Gao, you have got a really nice sapphire this time. A few buyers are not happy about that. Make sure you watch out for them all the way back tomorrow. Trust me, you don't really want to piss him off. Thank you for your advice. Oh, and one thing.This gentleman, you don't want to piss him off either. Good luck. Gao Jie, 离开矿区之前，可不可以陪我去个地方？抱歉，我们除了工作关系。恐怕没有必要再产生其他的接触。我以为我们白天的合作可以把我们的信任弥补回来。与其浪费时间在争执上，不如安静欣赏一下这里的夜景好了。你随意，我先走了。生命树，
你一定还记得吧？他就在附近。你能再陪我一次，去看看他吗？我记得我跟你讲过，生命树象征着希望，它也见证着我们从患难到以后所有的感情历程。你就像生命树一样，在我心里已经生根发芽。我尝试过去忘掉以前的一切，可它一直就插在我心里。这又怎么样？我在设计戒指的时候许过一个心愿，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如同生命树一样枝繁叶茂，可我忘了世间万物的规律，大树也有枝叶凋零的一天，就如同我们的爱情已经死了。你能不能把以前的一切抛开？你能不能……我只是恨你，没有其他。还有多少话语没有道理可明，忘了从何时起控制不了自己，过往的天地只剩下一息，就好像你的眼泪都流得太无力。难道没有雨滴原因都已多余，还是我们忘了相遇？生根发芽的到底是爱情还是仇恨？心渐渐远了，累了也模糊了，才是谁想要的结局？原来我还爱你，才是我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就是我给你最后的答案。高谦。树下等我。从今往后，我们不要再见了。就这样徘徊又继续，我丢了自己。这时的我明明只想躲回你怀里，这是否代表你真心？也许是曾经。Yes, please. 才会戴上嫁衣，默默祈祷你抱住这背影，默默祈祷你抱住这背影。Thank you.
伯爵，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生死，如今兜兜转转一万里，还有缘在最初邂逅的地方相遇，这一切都证明我们缘分未断，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尉迟，我不知道还要不要走近，更不敢确定迈出这一步是否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还是停留在这样的距离对你我才是最好的结局。高姐，我托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对戒带来这里，就在生命树前，我等着你。这对戒指我当晚就找了回来，希望它能带回我们的爱情。我设计的对戒，知道你现在的行为叫做犯法，如果你只是想要蓝宝石，我可以给你，放了我。小姐，我觉得你比蓝宝石漂亮多了，今天运气不错，连续得到两件礼物。接下来让我猜猜你把蓝宝石放在哪儿了。身上没有，那就在包里喽。放了我，否则你想都别想。给我，把包给我。老板，后面有情况。加速。
姐。你没事吧？尉迟。火车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很快就回家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出事的？其实呢，是艾宝特提醒我的。他说，跟你共同竞争蓝宝石的那个买家没有竞争到，所以怨言很大。当天也开着车跟你出去，而且。而且什么？而且我吩咐送你去机场的司机直接把你送到生命署前。你没有出现，我就打电话给他，他说你已经到了，可我并没有看见你，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出事了。无论怎么样，这一次还是要谢谢你。把你看到的画下来吧。不行啊，我已经没有办法画画了。好的设计师不是画图有多好，而是你内心有东西。遵从自己的内心，相信自己，你可以做到的。高姐，无论你以后愿不愿意，我以后会一直守护着你，直到你恢复过来，包括帮你恢复射精能力。你这画的是我吗？我只是随手一画，你别胡说。现在就算是你无意识的状态，你的脑海里想的都是我们依偎的画面。玉芝，
这里每一天都有无数班来来往往的列车，短暂停留之后，终究还是要开向他们最终要去的目的地。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可我们并不是两辆不相干的列车呀。我们在异国他乡重逢，又在危机下经历生死，而且不离不弃。我们的声音线是相交在一起的，而且你是我人生的终点站。所以这一次，可不可以不要再推开我？我们从这里出发，开向新的未来，好吗？放心吧，我已经安全回国了。你不用来看我了，我想先休息一下，具体明天回办公室再说吧。再给四成打电话。我这次去国外采购宝石，出了这么大的事，总要跟老板报备一下吧。听你的语气，吃醋啦？我对你很有信心的。好吧。哎，这条不是去我家的路呀。我对我们的未来更有信心，所以我们就不回家，我们先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别开玩笑了。我没开玩笑啊，我说认真的。我已经查过了，今天民政局开门，我们去了就能把证领。这也太突然了吧！你这人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既然我们都已经认定彼此了，那就干脆一点，拖泥带水也不是我的风格。不行啊，我得要回家跟妈妈说一声啊。哎，你这算是拒绝我的理由吗？结婚证、户口本总要拿一下吧。行，那我们现在就回家把户口本拿上，然后呢我们再挑个日子去，好吗？这给你。你不都答应我了吗？你给我干嘛？先给你保管好，等我们正式结婚那天，你再亲自帮我戴上。不会让你等太久的。